伊要来输第七章，这是未过世的。注意，未过世的是撒冷王，嘛是至高上帝的祭司。阿伯拉罕杀死遐个王，转来时，未过世的有甲伊迎接，佮甲伊祝福。阿伯拉罕有将伊所得到的十分之一予伊。第一，未过世的这个名意思是正义的王，伊个是撒冷王，就是和平王。伊无病无母，无细胞，无出世日子，嘛无生命的结束。伊甲上帝的囝同款，伊继续做这事，直到永远。你看这个人偌伟大，先祖阿伯拉罕就将真理变的十分之一予伊。有单单这是一个利未的子孙，虽然甲其他以色列人民拢是阿伯拉罕的子孙。比边是兄弟，犹阁奉命令教育法对人民收十分之。麦基洗德毋是属利未的世系，毋过伊有对阿伯拉罕接受十分之，阁甲得到上帝应允的阿伯拉罕祝福。时岁收时大祝福是理所当然。一方面，只收十分之的拢是为死的人；另外，一方面，因为收十分之的圣经有证实以后的话，安尼嘛通讲，对人收十分之的利未已经通过阿伯拉罕对麦基洗德纳十分之，因为麦基洗德迎接阿伯拉罕的时，利未有伫伊的神族阿伯拉罕的身躯内。以色列人的律法是根据利未的祭司制度颁发的。这个制度若未当予人完全，也有需要，毋是照阿伦的班主，是照麦基洗德班主设立另外一个祭司。既然祭司的制度改变，律法嘛着改变。因为这个事所指的位是属别个基族，这个基族毋捌有人伫这段前侍奉。人的主明明是犹太基族的子孙。关于这个基督，摩西唔捌讲起祭司的事。另外一位亲像被假释的祭司，但我伫讲的代志更加清楚，因为有另外一位亲像被假释的祭司已经出现。伊做祭司唔是根据人的条例规则，是根据被分别的活命的关联。因为圣经安尼最正，叫麦基洗德的帮助，你永远做这事。一方面，旧的条例因为无力无路用，缩小规模。因为摩西律法，什么代志拢无法度成全。另外一方面，有一个较好的愿望已经准备好势，予咱通通过这个愿望亲近上帝。无这个愿望有经过宣誓。利未系统的祭司无经过宣誓，只有这位耶稣做祭司的时有经过宣誓。伊的上帝对伊讲：“主有宣誓，未改变心意，你永远做祭司。”就是因为安尼，耶稣真侪更加好约的保证。利未系统的祭司有真侪，因为死的阻碍，因未当继续做。安尼通过伊来到上帝面前的人，伊会当求因到底，因为伊永远活着在替因祈祷。这款的大祭司拄拄合咱的需要，伊性格无邪恶无垃圾，对真人中受分别出来，高升到比天较宽。伊无需要亲像其他的大祭司，但只着先为着家己，后来为着人民的罪献祭。一向本身做这物，一变就完成。摩西的律法仍并无完全的人做大祭司，不过有律法以后，上帝应宣誓人民伊的子永远做完全的大祭司。